然后我刚刚点下来发现史丹利欠我1300，好像还没还啊。给5000，好，没问题，哲哥。刚刚史丹利忘记还你了。哲哥，那个，不然你再看一下，好像少一个零。没问题，我马上约。哲哥说了算，哲哥想看包在我身上，我去约史丹利。好，有哲哥，我帮你问了。好，没问题，哲哥，谢谢你。好，10点，史丹利说10点绝命双排，哲哥有了，感谢哲哥，是哲哥让我有了重拾英雄联盟召唤峡谷的动力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我到底为了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？最好会给，怎么不会？我是那种会诈骗朋友的垃圾吗？我刚洗一罐的笨手。没问题，哲哥，谢谢哲哥。好，谢谢哲哥提醒。来，我记个账，欠你5000。哎，转发一件事啊，我正常跟朋友记账呢。都会放在公告，怕忘记。然后我刚刚点下来，发现史丹利欠我1300，好像还没还啊。好像是去年被澎湖拍片，住宿跟机票。给5000，好，没问题，哲哥。给。刚刚跟3000史丹利忘记还你了。哲哥，那个，不然你再看一下，好像少一个零，是1300。你不要帮他还了，哲哥，不要这样。哲哥，我缺司机吗？什么哲哥？叫哲董，想应征还不叫声哲董，还是叫声哲老板？割来割去的成何体统？问题来了，转吗？要强烈感谢丹利久违的双排。是丹利，不是我这样。现在要叫史丹利谢谢哲哥，还是我要谢谢？好，我这边代替史丹利谢谢哲爸爸帮忙，这个不是帮忙，谢谢哲哥招待我们丹利澎湖旅游，陪我一起爆破垃圾黑店老板41000，谢谢哲哥为我们澎湖为我们台湾人的观光产业尽了一份力，不要让劣币驱良币，驱逐澎湖炮管41000，垃圾老板叶海义，大家给我帮忙。谢谢哲哥，谢谢哲董，谢谢哲爸爸，感谢照顾，谢谢。刚刚都史丹利，他说有请公司还你13000。有请公司还我？什么鬼？我等下不行，我等下再跟他说。接下来是我们久违的绝命双排时间，感谢这个哲哥热情赞助播出的绝命冲山环节啊，不是绝命双排环节。他、啊、现在打野要玩什么？可以告诉我。不是我太久没打撸了，就玩龙女就对啦。龙女哦，刷。那你教学一下，你教学一下。不青龙刀加面具啊，你刷就好啦。哦，感觉很适合我哎、欸。迅捷步法那个吗？对，点迅捷步法。OK。啊，蓝色的点那个副点，蓝色的点 CD 跟。好，谢谢哲哥，感谢哲哥。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有还的话，13000，对不对？我分他一半。你一直刷，谢谢哲哥，我一直 BD， 多久没打撸？久到都忘记是不是说 ，Rust 就很北蓝，看到 LOL 就不想玩啊。高尼克战队，你怀恨在心是不是？也不是怀恨在心，上礼拜不是去济州岛吗？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有遇到一些朋友，就在聊英雄联盟，就以前一起玩的。后来他们都说现在不打 LOL 了，因为现在会打 LOL 的都在恶心人。他逻辑上，一款游戏十几年了，还有热情继续玩的，你觉得是什么？都是觉得在上面恶心人很好玩。哪有？怎么讲的好像我在恶心人？一般的正常人玩久会腻，玩这么久不会腻的都是一些心理变态。所以我从济州岛回来就完全不想开咯，感觉开上去上面都恶心人，然后 Riot 也很恶心，开发商也恶心，玩家也恶心，就不想开了。这几年玩起来也这样啊，一场游戏想赢的到底有几个？那是路服、哦，路服，我觉得韩服好很多，要钻石以上。可是我韩服玩不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家的 IP 玩韩服一定被锁，玩一场就被踢，玩一场就被踢。怎么都不能辅助？辅助我们超多 AP 的、啊。
他怎么叫法师杀我？这是韩服最新套路吗？韩服最新套路，对啊。啊，就转一圈就死光了，一圈就死光了。哥，不要这样，丹力在发育比较忙，我来喽。他应该有眼，好了，看到了。他应该放了。他眼在三角，我蹲何掉不知道。来啊，哎，他还勾引我，他还勾引我，他没眼，他没眼。就动作呗，怎么办？好吗？啊，你会到，你会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啊，杀他。遇到，挺起来了。挺起来，我给他跳，我要跳，可以，他杀不了你，没事，不要放啊，走，来，锤，顶级孤儿，搬过来吃我一拳，哥哥，我这边扳手都是部的员工啊，跟阿特那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再发扳手了。你给很多扳手不是吗？我看一堆人，还有所有我就给朋友啊，朋友我都给啊。看你有没有把哲哥当朋友啊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这边我的扳手只有一个，都是员工，都是员工。他就闪现过来秒我了，现在不能放关了。啊！打不起啊！啊！哎，他在这里，你赶快推！蛮痛的，我不推了，我来打。好呢。啊，这都不让人靠脚。可以啊，怎么？哎，中到我！裂开喽！裂开，可悲。直接三龙，稳的稳的，16分三龙，怎么说？这对方到底是干嘛？很爱秀哎、欸，他就带个猫，你要怎么秀他？自杀？他是？这方真的顶级，自杀？自以为很他点了，他就点了，还是你点的？着急可悲，我没有啊。哎，影燕真的不错哎、欸，有仿酸哎、欸，对、啊、对面魔杖好多、喔，感觉不要影燕了。裂隙制造者，哎，凶，小猫猫，这一只猫猫喽，呀，送狗，下路再弄他的，直接喷死，可怜。等个四龙，我不在，会裂开，塔龙竟然会裂开，塔龙不在，哇，这啊怎么这么刮死安利？200多AP来刮、啊，哎、欸，诺手来了，后面有鬼，完了，没事。裂开了，史丹利！裂开了，我们在下面啊！你怎么裂开了？你 A 不赢他吗 ？A 不过，不是他 R 斩杀了，他斩杀 AD 了。哎，等四龙就好了，这样节奏还回去了。我等一下硬吃龙，你们四个打架，我没战力。没事，你他们直接放出来，跳！飙啊，风龙啊，难怪。捡一条免费的。可以打个三场吗？这样。本来要出帽子的 ，OK， 干嘛？不是，自己已经起来了。跑好快啊！哎，上面有那个、哦，我先拉一下，一拖二，好痒啊！晕了，还是晕？太硬了啦！啊，抓痒哎！完了，哎，抓痒，玩不了，真玩不了，你走吧。哎、欸，达瑞斯太硬了吧？这套好软哦，好痒哦。要输啦！哦 ，A 掉了。哦，谁碰到八龙哎？小鹿不吃八龙，出来送头。哦，喷烂。
他在嚣张什么？你什么？小龙鱼换我带。你什么走出来？凭什么？小鹿哎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真爆了。好菜啊！小鹿来不及，小鹿来不及，打很快，雷兹好快哦！哇、哦，还叫大妈？不接 AP 了，不接 AP 了，完了！你怎么跳？你怎么跳过去啊？你怎么跳？不小心扑到脸上。一个啊，毁灭！幺、啊，很难，有吧？开关！开关！呜呼！开关！这就是一千 AP 的威力，直接穿透，哪需要魔穿？感觉龙女没有很快乐，没有感受到她的乐趣，兔人好痒啊！嘟嘟嘟，蹦蹦。